有电哦，有火花，有火花。Okay. 我又感觉再次感觉到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。又一集啊？哪里可能？我们是要增加新的内容了。好了，现在欢迎回到我们无聊小实验的第14集。苹果啊？对，不用。对苹果来讲，你吃东西了没？哈哈哈，今天无聊小实验里面的影片都是之前没有做过的，终于啊，我们也就一集里面是重复而已。我这边有四个影片，你选一个来看。杯子飞起来，电影是这个吗？准备 ，ready， 连起来，携带，缠绕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两个杯子，再把它连起来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刚粘起来而已。我废！哇，感觉这个很有可能呢。携带通常是几长呢？应该够了，它其实就有点像打陀螺那个。亚星，你们懂不是亚星吗？亚星就懂了。啊，好的不学学坏了。放着吧，这样一拉应该有机会。我们退后点。对，怎么了？照片的时候往这边拉。哎，可以。拉没有？怎样哦？怎样看都是这样拉上去的。我这个是手这样拐着人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嘞。哦，这是有飘一点的。来来来，我来。哎，起来就拉了。OK， 你们看啊，这个东西绳子要在下面啊，不是在上面啊。有吗？真正表演。哇，可以耶！哇！哇！这样完全可以，不错耶。所以你用两个纸杯再加一个鞋带或者绳子就可以完成，在户外应该比较好玩。这一个成功，下一个你要做哪一个？好了，漂浮纸杯。最近应该很多人刷到了这条视频，把蜡烛放在里面的时候，整个纸杯就会飘起来。大家看，注意看啊，纸杯里面的空气密度降低。带动纸杯飘空间变短，当我把蜡烛拿出来的时候，空气密度就再次增大，纸杯慢慢降落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这个我已经做好了，挖空了，然后另外一纸杯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再弄了几个出来，还有40这边 ，OK， 可以了。现在我们这个杯子它就会这样。把它放上去，应该是热气球的原理啊。热气会变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会产生气体，产生了气体，它就可以漂浮。实验做多了，哎呀，原理有点logic很通亮啊。我们用这个就好，火柴。我感觉你现在有点专业啊，你讲到头头是道哎。看多一点阿基米诺，就会变成阿基米诺多。看会有那种热坏了咯，嘿。不高的，我放高一点，会稍微注意一点，注意一点。也不对啊，还是它纸杯这个缝太大了。它比我们更大一点，你觉得它的气体流出来的意思啊？太懂，我们都不是专家。在你开始讲的时候不是这样哎。热气会变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会产生气体，产生的气体它就可以漂浮。准备，要飘起来哦。我感觉我的智商好像又被侮辱了。哎、欸，不对耶！刚才一开始你讲要头头是道哎，我讲不了吗？呸！呸！我给你看，这影片呢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看这个人呢，他影片只有到一半。把点燃的蜡烛放入杯子，加热空气，然后可以看到杯子不仅实现了垂直起飞，还不可思议的是，它竟然还可以旋转，又进行定点降落回收。他娘的，真是个天才！这个你看，这个叫什么打假王，就是在中国抖音上面，他有些人他是这样专门打假，他就会看到看不下去影片，他就会来做一个 copy 给你知道是假的。哦，这是假的。喂，我感觉我的智商被侮辱了，可是还是有原理的嘛。看起来嘛，所以就有人就觉得他看不下去，还要去打假哦。我给你看到一个，我们不要做实验，我们只分享给大家看那口罩热气球。下面点个蜡烛。妈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也来试一试。他也是打假的。然后把口罩放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口罩真的飘起来了。其实这就是热气球的原理。你看，水怎么样？这个还真的。这以为侮辱人。
所以网络上的东西真的看了要自己有判断能力啦，不然真的是傻傻这样。我跟你讲还是会有人相信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在外面怕被人家骗，不知道那影片是真的假的，你send给我，我帮你们做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他认为我们做的方式错了，牌子买错了还是什么。这点如果可以救得到你们，我们尽量救，救不到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。现在还有这两个火柴了喂。okay, 火柴这个不接触火柴，让两根火柴相连，只需用手指沾点水轻轻摩擦另外一个杯子，这样火柴就会向另一根火柴移动的。真的咩？这个是有一定的原理啦，不过我觉得它的条件是很复杂的。你以前有没有去那种传统的庙门口，人家不是有磨那个铜锣啊，然后它那个水会变成噔噔噔噔噔。分开的咧，这两个。我不懂啊，我做做看啊。还有水咧，你拿两支火柴枪，我去装水。哪里可能，朋友们，你们不要侮辱我的智商好吗？我已经没有什么智商了咧。哎，我一开始看影片，我觉得有可能会成功。现在看你这样摆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成功了。这样成功，我现在讲不出它的原理是什么。共振。共振是什么？这边频率跟这边频率一样，它就会互相这样。可是分开咧，哎，哇，哦哦，原来这摸一下就有声音了，学去，第二弹，这个我严重怀疑是杯的问题，嗯 ，OK， 这个我相信有一定的可能性，谁有做过这样的实验，在下面留言教我们讲做它的技巧在哪里。同样是火柴的实验，我们火柴既然拿出来了，就不要浪费。火柴不掉下来，拿走杯子里的硬币，点燃火柴。火柴头燃烧后就能粘在杯子上，移动杯子就取出硬币了。这个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？两个，它先这样子靠住，然后紧贴它 ，OK， 然后点到那边，再把这边拿掉。有没有？哎，人家都不会烧过来嘞，什么东西哦？我不能轻言放弃了。哦，要不要除掉？你想，我吹就不会灭哦。我相信它是有吹掉的，吹还不可以把它吹掉。啊 ，OK， 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是真是假就看现在啊。噔噔噔噔噔，出来。我又感觉再次感觉到自己的智商被侮辱了。最后一个啊，这个你要不要认真？我现在认真不起来。不是，最后一个你要认真啊，这个。吸烟，摩擦，杯，想想，用是腹肌，摩擦杯，磁铁，摩擦，杯壁。好，接下来把磁铁放在你的胸口里，放大双肩，这样，好。你跟我讲这个你要做吗？你自己做啊，我看你表演了。OK， 这个实验我老实跟你讲，观众 send 给我了，他讲你可以帮我做看这个实验到底是不是。观众叫到的话你不做。准备演员这边，然后你我放点盐。盐浪费我盐给你。这我了哈，这罐你的盐。噜噜噜，哇，这里搓盐是为了什么？再拿一颗电池。哇，摩擦有电哦。有没有看到喷一点盐出来？有火花，有火花。OK， 可以啊、哦。地铁现在这样撸了，这边。因为我没有袖子，我放比较远，我就放四粒，这样子比较公平嘛。OK， 准备啊。希望看我影片的你们不要这样容易相信别人，包括我们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啊，就是这样。